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是易烊千玺的女朋友吗？谢谢。你看看这家世还行不？看皮肉，吃铁板鱿鱼，我也想吃。削皮肉加白糖。今天有一位美食博主要来吃垮我家零食店，你们猜猜是谁？好家伙，你是来干仗的吧？田子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谁来？谁来？来，给你个篮子，随便挑。不用，我带了。好家伙，比我还利索啊！这个贼比我还厉害。来，华西让人，我客人来了。我给你个奶茶便当。小雨如果沉浸式做奶茶，我也不能闲着，就给他做个5块钱的麻辣烫。牛奶麻辣烫，绝绝子。吃饱啦，睡觉觉啦。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粉丝投稿想看雪碧拌面，马上安排。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有宝宝说能否做个火鸡面的神仙吃法？必须安排。这个火鸡面是我在淘宝零元抢的，点击视频左下角即可获得粉丝礼包，这款火鸡面和这里的商品都可以零元带回家，比我家店里卖的还便宜，活动真实有效，想感受跟我一样的快乐吗？快分享给你的好友吧。